奶奶，您太客气了，你看那么多菜，你多吃点啊！哎，你们也多吃哈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来。哎呀，奶奶，行，好，谢谢啊！哎，你多吃点啊，多吃点。好。啊，这个张扬啊，自从进了阳光，他的工作呀非常非常的好，这以后明觉呀就可以放心的把阳光交给他了。奶奶，我还有很多东西得跟爸学习呢。那当然了，这孩子真会说话。妈，公司的事儿我看呀，还是让哥和董事会来决定吧。您在这儿随便给人做承诺，回头做不到，我看您怎么办？怎么做不到呢？我们家是大股东。这明觉呀，有没有其他的孩子？等明觉退了休啊，这阳光酒店就应该交给张扬去干。奶奶，奶奶，喂，不用，你自己来，自己来啊。兰心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？啊，正在努力，快了。张扬，妈给你带那个药，你试过了吗？妈，我跟兰心的身体都挺好的，不用吃补药，以后别买了啊。好。请问哪位是林淑小姐？我是。我们需要向您了解一下情况。好。去这边。妈，我去一下。妈，玩游戏呢。嗯。你老玩对眼睛不好，少玩点。没事。妈，我总觉得那个张扬有些不对劲。你有什么不对劲的？我总感觉他的心思没在正道上。什么感觉呀？你感觉就对了。兰心还没说什么呢。我就是不放心。咱们邓家呀，就是缺少一个孙子。哎，妈。嗯，哥回来了。哎，明觉，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吃饭了没有？哎，今天公司忙啊。哎，你们先聊吧，我累了，我回去休息了。哎，好。我哥呀，就是太老实了，他要能在外面有个儿子就好了。你现在胡说八道有什么用啊？喂，您说什么事儿吗？什么？在哪个医院？我马上过来。有没有说什么呀？还在调查，不知道结果。林叔，受苦了啊！我没事儿，只要他们能醒过来就好。医生，怎么样？林成只是肺部进了点水，没什么大碍了，现在可以送观察室了。休息一天的话，明天可以出院了。谢谢啊，那他呢？这个患者情况就比较严重了。什么？他因为头部受到过硬物打击，造成了失血比较多。那会怎么样？大脑这部分我们还不确定，能不能恢复意识，需要再观察观察。但是如果8小时之内能醒过来的话，应该就没什么大问题了。可是如果一直昏迷的话，你们家里要有心理准备啊。
醒醒！医生说，要恢复意识需要留院观察。对不起，向晨是为了救我和林晨。好了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，我也不想见到你，你走吧。我说话你听不懂吗？我希望你离我们家的人远一点，你走。怎么了？你醒醒啊，向晨！你醒醒好不好？你不要吓着妈妈。向晨，你吓死妈妈了，向晨！明觉，哎，妈，哎，又去应酬了？没办法。少喝点酒，这么大年纪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。嗯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看看这个女人怎么样啊？还挺年轻的，不到30岁。当然年轻好了，到时候能生孩子，还可以照顾照顾你。如果明天没什么事儿，就跟他见一面吧。妈，你怎么又拿这事儿来折腾呢？妈怎么就折腾了？那你自个儿也没有什么动静吗？我心里有数嘛。有数，你是心里有数。再过2年，你想要孩子，你都要不了了。明觉呀，你说张扬再好再能干，那毕竟是个外人呢，你说阳光酒店交给他，妈的心是不甘呐。那实在不行的话，就让兰心来接班嘛。哎呦，这兰心怎么说也是个女人呢。再说了，她未必要去接你的班。这样，明天下午3点，就在咱们阳光酒店的咖啡厅。你可不能迟到啊！再一个，你可不能耍花招。你要是不去，妈可不给你面子。知道了。拿着啊，早点休息。嗯。跟张扬不过是一时冲动。向晨送你的吧。嗯。拍的真好啊。对了，今天奶奶又催我们要孩子了，要不咱们试试？试了那么多次了，有用吗？这就得多试，试多了几率才大，说不定今天就有用了呢。
不会的，你怎么知道不会啊？我说不会就是不会的，他不会有事。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呀？爸爸，求求你。 阿姨，我给您带了点早餐。我还吃得下去吗？我一直希望我的相城能够出大名，娶个漂亮的老婆。现在我什么都不要了，只要我的相城能够醒过来，比什么都好。可您不能不吃饭啊。 相辰还没醒过来，需要您的照顾，您可千万不能倒下。只要我的相辰能够醒过来，不要说我倒下了，我就是搭上这条命，我也愿意。何阿姨，要不让我跟相辰说说话，也许他能听得见。 向晨，能听得到我说话吗？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送我高跟鞋？我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一下子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，拥有了那么多的快乐和惊喜。 你陪我一起度过冀州而来的难关，你可以不要命的救我和林城，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记在心里。原谅我，以前总是对你那么冷漠。我拒绝你不是因为你妈妈，是因为我怕我自己配不上你。 会拖累你，夏晨，快点好起来好不好？我也想让你知道，我也喜欢你。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。 我答应你，以后每天我都来看你。 守着你，看你醒过来。耀辰，怎么还不醒来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妈妈愿意去替代你，换你回来。 老天爷。
求求你了，保佑我的儿子吧。喂，向正刚怎么了？你别着急，慢慢说。向城昏迷了。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，好，你等我，你别着急啊。哎，好。小姑，嗯，怎么向城昏迷了？刚刚打电话来说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个，你千万别跟兰心说，不然他又着急了。这样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也去看看他。那行，你送我过去。玉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，你说我这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呀？你也别太着急，湘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都是我不好。林叔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湘城是为了我才受伤的。伤得挺重的呀，脑子不会有问题吧？是不是你找人干的？但凡坏事你都觉得是我干的是吧？啊，因为我看见那两个人了，他们就是上次伤害林城的那两个人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啊，我就是想让你早点离开阳光酒店，这种不着边的事我不干。最好不是你。看他这脸色，应该没多大事儿。别担心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一会儿跟我小姑说一声啊。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急？你不是说打林城的两个人走了吗？他们现在被公安局抓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不是，我跟他们从来没见过面，安排他们做事又是打的电话，还是公用电话，跟他扯得上关系吗？这回呢？那这回更扯不上关系了，他们自作主张的行为。不是，你就放心，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，着什么急啊？以后别找他们了。行，那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，赶紧。他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的，对不对？他是因为你才昏迷的，对不对？兰心，你小点声。是，向城是为了我才这样的。你就是一个扫把星，你知道吗？你干嘛一直缠着他？你害他变成这样了，你干嘛还缠着他？是，我在，在这儿。向晨，向晨，醒了，向晨醒了。向晨给你感觉怎么样了？向晨先生，向晨先生，大夫你好。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就是头还有点晕。这都是正常反应啊，稍微静养一下就好了啊，别担心。啊，谢谢。医生，他没什么大事了吧？现在患者情况比较稳定，但是呢，身体状况比较虚弱。你们可以跟他进行简单的交谈，但是尽量让他少说话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医生。不客气，我再给他检查一下啊。林叔，你又想说什么？幸好这次向正哥没什么事。林叔，如果你真的为他好，你就离他远一点。只要你在，他没有一天平安过。
向晨是为我受的伤，我只希望他能快点好起来。你放心，等他出院以后，我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妈，怎么样？好消息，向晨终于醒过来了，医生也说了问题不大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姐！你说这一天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狱的，差点成了一辈子的罪人。我来，来，来，怎么拿过去？拿了，走吧。玉姐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向征怎么就会去救林叔的弟弟呢？哦，据说有色狼要侵犯林叔。哎呀，说实话吧，这个林经理呢，人还是挺不错的。可我们家向晨一遇到他呀，净碰上倒霉的事儿。不行，我得让他们俩分开。哎，这你怎么还收钱啊？空调稳住。你看看，你看看。玉姐，玉姐，你看那边。啊，林叔他弟弟今天出院。不是，我是说林叔旁边那女的，你看是不是李青？他怎么跟林叔他们在一起？行了行了，啊，来，这儿，哦，你我对一对，真是李青啊！李青是林叔他妈，这，哎呀，向成这孩子呀，还真挺可怜的。你说没病的时候吧，挺好的一个孩子，这一昏迷，差点命都没了，还不都是那个林叔？哥，你这两天要不要去看看向晨呢？我应该要去看看他。我跟何玉认识这么久了，向晨呢，又是我看他长大的，应该去看看他。你这两天去的时候，一定好好劝劝何玉，他为向晨的事儿受了不少呢。何玉，这么多年跟孩子在一起，相依为命，这孩子出了事儿啊，他心里肯定很难受。明觉呀，明天找时间一定要去看看他。安慰安慰他啊。每天都摆着一张臭脸行不行？我哪有摆臭脸啊？我不就是让你去看看何玉吗？怎么就跟要了你的命似的？哥，我在想一会儿要开会的事。哥，你说你都单身这么多年了，就没有想过再重新找一个？哎，我觉得何玉挺好的。你今天是来说媒的？对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事我可跟何玉说了，他对你很有意思。不过你今天这么忙，他是没有机会见到你。现在向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妹妹我拜托你了，就全当是给我帮个忙，多去接触接触何玉，行不行？嗯，好好好，行行行，好，行行。那个小张啊，哎，一会儿那个刘副总，他是几点的飞机啊？好像是11点落地。哦，11点。好，那这样吧，你把我们送到那儿，你放下我就不用管了，然后你直接就到机场去接那个刘副总，我这边事情结束了以后，我自己打车回去开会。好的。伤口已经不疼了吧？已经不疼了。那就好，好好的休养，等到病好了以后赶紧的到我们酒店来，我们还需要你来帮我们做宣传呢。谢谢你，邓伯伯。邓总。哎，林叔来了。啊，林经理啊，我们向晨已经好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去忙你的工作吧。
对不起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，哦，他们都已经到了是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小桑，你不用过来接我了，一会儿我打车自己回去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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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哥，打什么车呀？玉姐车正好在这，你开她车去。是不是玉姐？啊啊，钥匙。好，我的车钥匙。那好，谢谢啊。何玉啊，对不起，我酒店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去开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明明，嗯，你就在这儿帮我陪何玉他们。放心哥，你开车慢点。哎，好，我先走了，你好好的休养。等我再见。好，我送送你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好。向晨他妈今天有点不开心，可能是因为向晨是为了要救你，所以才受伤了，你别介意啊。先回去休息几天，过几天再来缓解缓解。还有，酒店里面要有什么事的话，就请下面的人去做啊。邓总，有时候呢，就多注意一些长者他们的情绪。我知道了。哎，我走了。路上小心点。哎。事儿，别那么大惊小怪的。邓总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亲自送你回去的。林叔啊，别把责任归在你身上，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你看，你要不是忙着开会，还赶过来看向晨，就不会出这事儿了。哎，不过我真的是不好意思，把你的车给撞坏了。看你说的，人没事就好。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一辈子都不安心。奶奶，哎妈。明君，你没什么事儿吧？没有事，你放心吧，坐。哎呦，坐，这没事儿啊，我就放心了。你说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出车祸了呢？是我自己不小心的。医生，怎么样了？病人没有大问题，可以很快出院了。但是车祸的时候，头部应该受过撞击，出现了脑震荡。脑震荡？对，现在病人的情况建议不要用脑过度，建议多休息一段时间。哎呦，可现在公司离不开他呀。最好这段时间不要再工作了，休息一下吧。医生，那得休息多长时间呀？定期来复查，休息多久要看病人的恢复情况。行，那谢谢医生了啊。嗯，好，谢谢。甜甜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以后出门都小心点。妈的一个老同学还是老司机呢，都出车祸了，还好人没什么事儿。是吗？嗯，最近出车祸的好像是特别多。嗯，我们公司那老总今天也出车祸了。真的？我说嘛，你说有钱有什么了不起？还不跟穷人一样要出车祸？哎呀，我就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，我就没什么奢望了啊。林觉呀，你也出院了，身体也没什么大碍，医生的话呢也不能不听。你打算怎么办呢？奶奶，嘿，奶奶，哎，既然医生要我多休息，那我就多多打一些高尔夫啊，钓钓鱼啊什么的。哦，那你要歇了，公司的事儿该怎么办呢？爸，公司的事儿你就交给张扬处理吧。不行。他也太年轻了，我想公司的事儿就暂时交给老刘吧，他也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交给他我也比较放心啊。嗯，他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我明天呢再到公司跟董事会的人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，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。嗯，姐，邓总这段时间休息，听说要找一个人主持咱们酒店的工作，你说这个人会不会是张扬啊？别管那么多闲事好不好？
专心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像临时主持工作这种事情，肯定是肥水不流外人田。那个张扬，他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还蛮好的。现在接触越多，觉得他特阴，尤其是对你，阴阳怪气的。哎，你说你们俩上辈子是不是有什么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呢？陈雨萌，可不可以少说两句？现在是工作时间。哎，最新消息，最新消息，咱们刘副总要暂时接替邓总来主持阳光酒店的工作了。真的？啊，哎哎，别闹了。刘副总跟邓总本来就是老搭档了，阳光酒店能有今天的起色，离不开刘副总的功劳。嗯，哎，那刘副总临时主持工作，他这么器重你，你是不是也可以提拔一下？那顺便是不是也可以把我？做梦呢吧！我喊你一声陈总经理，你提拔提拔我。雨萌姐，你也提拔提拔我呗。我干嘛要提拔你啊？我提拔你，我管谁去啊？你做梦吧你！做梦吧！哎，行了，知道这什么场合吗？工作了。哦。工作。嗯。我看你好像挺喜欢这个包的。还笑呢？你说你这么多天没上班，这月工资该扣多少啊？那也没办法啊，那也只能让老板扣了。你们这司机还挺娇气的，你又不少胳膊少腿的，怎么就不能开车了？我不就是想陪你走走吗？陪我走走，你日子不过了？你女儿当服务员，辛辛苦苦的，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呀？你以为你是我呀？我女儿当经理，我才可以养尊处优，知道吗？那是那是，那是对。你看你命好，有那么好一个女儿。哎，我这个张扬，林叔，我现在虽然暂时代替邓总的位置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要论能力，我是连邓总的十分之一都不到。以后公司的事情还得靠你们多帮着点。尤其你们二位，又年轻，又是公司的骨干，我这老家伙以后做什么事不对的、不好的地方，你们多帮我指出来呀、啊。刘总，以后有事情尽管吩咐，我们一定会全心全力跟着你干的。是啊，这么多年来，我看你从一个普通员工变成部门经理，你也不容易啊。以后肩上担子呢更重了。刘总。别叫什么刘总，还是和以前一样叫我刘副总吧。我只是暂时代理邓总的位置，他一回来呀、啊，我还得干我副总去。谢谢你对我爸的支持，反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吩咐就可以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好的。林叔，你留一下，我有事情交代。嗯。好。你别说啊，你哥休养了这么长时间呢，气色还真是好多了。哥，你这也不好好在家休息的，天天往外跑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是到高尔夫球场练习场去练球去了。怎么了？就你一个人啊？我又不是下场打球，当然一个人了。哎，张扬，最近我不在公司里，公司情况怎么样？还行吧。跟以前差不多。你别吞吞吐吐的，有话就直说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觉得刘总他现在在有意提拔他以前的老部下，可能他们的职位啊、待遇都没有改变，但是他们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，还有一些人把手伸到了我的部门。老刘应该不是这种人吧？是啊。可能以前他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吧。他现在是总经理，是代总经理。哦，是代总经理。后来我想想，他把重要的事情交给他信任的人去做也正常。但是我听说他有男女方面的问题。张扬，
任何事情在没有求证之前，先别说出口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怎么样了？哎，准备好了。我跟你说，15分钟之后你到刘副总的办公室，有好戏看。做得干净点，办完事儿把钱给他，让他消失。这你放心。但是我答应我的事儿，你什么时候办？放心，等我当了代理总经理，这一切都不是事儿。刘总，您现在是公司的总经理了，您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到底怎么回事？邓总他强暴我。你说什么？还有10分钟，好戏就要上演了，我得找一个目击证人。刘副总，要是你的得力干将林叔能亲眼看到，就完美了。喂，你好，宣传部。刘鑫啊，我张扬，上回那合同你签完字了没啊？我这边客户等着要呢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张经理，那个还没有签字呢。这样吧，我现在马上请林经理去找刘总。行，那你快点啊。好，张经理再见。跟刘副总汇报工作去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把事情跟我说清楚。我叫罗小莲。有一次，我今天打扫房间，邓总他喝得多了，然后他就怎么了？后来他经常找我。做那种事，我不同意，他就打我，还给我钱，他不让我乱说话。有这种事情？刘总，你一定要帮帮我，不信你可以看一下，我身上现在还有淤青。你干什么？这些都是证明，你可以看，这儿有，你干什么？后背上还有。刘总，你一定要帮我。你干什么？刘总，您帮我，救命啊！救命！你干什么？你救命啊！怎么回事啊？刘经理他欺负我，他耍流氓。不是这样子，这是误会。张扬，林叔，不是你讲的样子。你为什么陷害我？啊！你为什么陷害我？喂，我是什么？刘副总强奸服务员，我马上到。